跳上去，然后往上一拿，走了走了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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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哦哦，奶酪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您这脸呢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竟然没有拿东西，他好像有点喘哦。能带上来的，带上来点小可爱吗？小姐，我还得跟你下去，你不按开关。哦，你上来开了，好贴心啊！我不用再去找拖鞋了。奶酪它只是塞裤裆里了，哪是菊花里啊？真是，默默你好恶心啊！哇，你剁得很爽嘛！哎呦，您这劈肉的厨师，那是肠子还是骨头？哎呀，为什么要是在这儿啊？我们来这儿得勾引一下他。哦，来，啊，我走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Goodbye, goodbye, goodbye. 大姐又来，没关系。这个时间我们已经可以很够的去把这个门打开了。哎，哦，藏起来，你看不见我，我藏在这里，我是一坨麻袋，我是麻袋里面的坨麻头。请问我能走吗？我的天哪，那看来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他这个下水不得不说做的不错啊，中间还是一个坑，对吧？知道这是垃圾。哎呦哎呦，砸脑袋了。我刚要说这是一个垃圾袋垃圾桶，我就掉下来了。我觉得厨师并没有很可怕。等等，马桶揣子能用吗？不是要用马桶揣子吗？我天哪，这墙随便就能扒呀。哎，我还扒对位置了。好吧，哦，原来我们就在这个下水道里，我们在这个黑店啊，几十日游，这个地方是可以上去的，那边是泡沫。哦，这个是姐妹，她们两个怎么突然间闪现到这儿洗锅了？不是，你们有多少的那个什么呀？一个是扁扁嘴，一个是这样的嘴，一个是这样的嘴，两姐妹就能分析清楚了。
继续走啊，不要停啊。他洗的还挺带劲哦。我们要从这儿走到那儿，再走到那儿 ，OK。我想知道，我要是跟泡沫融为一体的话，会不会很好玩？从这儿上，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盲点。碎盘子，这有一个门，但是我们应该先拉电闸。刚不过来吗？不过来，那我们上。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个钩子好像是转开了，是吧？那这儿我们能走吗？显而易见是不能的。显而易见，我们是要往这边走的。显而易见是要从这边走的。妈耶！完犊子！拜拜。妈，吓死我了！你看，你看，把他们急的啊！我要抓住你！喵，拜拜。那你，哇！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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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为什么不跳一下呢？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得远一点。你看这样子，我们就拉开了一个胜负关键的结局。你看就，哎呀，你看手短就是这样好，是吧？我在这面，你就是搂不着我。耶、哎！妈呀！姐妹之间互怼吗？哎呀啊！真的呀！哎呦，你这我别看我们胳膊短，但是我们有俩人啊！完犊子，完犊子，完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。哎，真讨厌！我就他就不能给我弄个上下左右吗？真是哎！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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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太聪明了！
钩子，我要扎钩子，我们就得赶那个钩子，就那一个钩子，我们只有那一次机会。好了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哎呀，再见，拜拜，太恐怖了。哎呀，厨师关我们也就算完结了是吧？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做了一堆小孩，然后做人肉肠子，还有人肉饺子、人肉饭，还有这个鱼头泡饼，到底是要给谁吃？有，我们真的是龙门客栈一日游是吧？西方版龙门客栈，那是太阳吗？不是，好像是什么东西开了，好白呀。然而我并不能看到什么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工厂而已，对吧？还是船上吗？哦，还是船上。哦，船上的话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你看它这个是吧，鱼嘛，在水里面这个鱼还是很多的。那我们扮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真的是一根会跑的香蕉精吗？哇，还真是，妈耶！哇，哇，有好多胖子在上船，其中有一个就是猫叔，哎，也有小的，也有大的，是吗？但是他没有瘦的，全程都是在船上啊。哦，好吧。哎，这个游戏挺好玩的，我觉得。你看，我们是一个香蕉，但是呢，我们又在吃，是吧？吃肉。我觉得我们的本质，我这些是吧？我们看上去比较像人类的话，是比较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吃弱肉强食嘛。他们吃我们再吃比我们更小的，你觉得这样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哇塞，哇，你们也太胖了，怎么都戴着面具啊？啊，有一个没戴啊。这么喜庆，你那个长得好像猫叔啊，你看是吧，脸上卡这么鼓，真哇，这么胖的吗？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艘船叫美食号，对吧？新龙门美食站，海上龙门站。想看恐怖游戏啊？哎呦啊，这样子能行吗？我感觉这个船要沉，就我总感觉这个船啊，就是要被我们这个香蕉精给搞翻的，搞沉船是吧？还有雨伞精，它为什么会震呢？又没有人走路。哦，哎呀，还有女的呢，我妈耶，妈呀，哎呀，天哪，这走路是吧？走一步震三寸的，全是东尸是吧？下面有，天哪，我们是西尸，他们是东尸。要了亲命了，还是弄的中式风格还是日式风格啊？哎，唯独有一个瘦的，是日式的，我确定了，因为他那个头饰绝对不是中式的。再见，老板娘。哇哦，哎，这老板娘正是瘦的不行的那种哈。哎，我想知道跟他们一块走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哎，还分两串走的，你看，没有面具的这么走也不分呐。这就是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，仅此而已，这么简单，并没有很难。这是欧式，里面又是欧式建筑，到底是日式还是欧式还是中式啊？鱼头泡饼、披萨饼，一块大火腿肉。天哪，你们就这么生吃肉吗？哇哦，
一人一个屋子吗？您这是 VIP 屋吧？吃了不少了，我怎么感觉像仿佛走到了千与千寻。啊啊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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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哇哈！啊，你是饭后天天吃香蕉吗？哎呦！太恐怖了！啊，头等舱和经济舱。两根香蕉。喂胖了又杀，这不就是千与千寻的那个套路吗？哎呀，别！我的天哪，那个是站在桌子上吃的吗？三根香蕉了，香蕉皮都不剥。对于他们这种吃货来说，能添到肚子里面的就行。刚刚又卡了呀，不行，我跑的时候我还是得用这个鼠标，键盘，键盘控制方向居然要比手柄效果要好，你们敢信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啊！我知道了。哎呀我的天啊，四根香蕉啊，死了我跟你讲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你看他颤抖的双手。我真希望我的粉丝也这么热情。哎呀，哇哦！咦，哇呀呀呀呀！这有一个洞，谢谢徐振哥送了1900个金币，感谢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你不跑了，居然！啊，走吧，喂你去吃。你就不能上去吗？嗯，啊，你上去。我需要从他们的桌上走吗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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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